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为丈夫殉情的皇后，历史上真正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。为丈夫殉情的皇后，历史上真正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。曾经有人认为，明孝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，而隋文帝前期也曾实行过一夫一妻制，除此无他。通过查阅史籍，发现这种说法有误。在明史中，除记载有丙子丽妃张氏为皇后建孝宗本纪，以及成化23年选为太子妃，是年孝宗即位，册立为皇后建后妃传外，找不到关于明孝宗实行一夫一妻的任何线索。倒是在明书中发现，除张皇后外，明孝宗还有弘治初被选入掖庭的沈选侍、被选侍、得侍上寝的郑金莲，以及敬顺夫人邵氏、安和夫人周氏、安顺夫人刘氏、荣顺夫人孟氏、荣善夫人相氏七个小老婆。此外，晚明学者黄景坊所讲的是张后爱醉赌、同上起居，如民间抗力然中的醉字，也暗指明孝宗绝不是只有张皇后一个老婆。至于同上起居如民间抗力然，只能说明明孝宗独宠张皇后而已。而据隋书后妃传记载，独孤皇后性有妒忌，后宫莫敢进御，后宫莫敢进御，说明隋文帝后宫除了独孤皇后，应该还有别的女人。此外，隋书后妃传也记载了两位得到隋文帝宠幸的夫人，宣华夫人陈氏，陈宣帝之女也，性聪慧，姿貌无双，陈敏配掖庭，后选入宫为嫔，时独孤皇后性妒，后宫罕得禁欲，为陈氏有宠。荣华夫人蔡氏，丹阳人也，陈灭之后已选入宫，为弑父，荣以晚意，上甚悦之，以闻见皇后案，独孤皇后故悉得尽兴，及后崩，渐渐宠欲，拜为贵人，参断功业之物，与陈氏相亚。毫无疑问，隋文帝前期并非只有独孤皇后一个老婆，只不过陈氏和蔡氏悉得尽兴罢了。明孝宗和隋文帝被排除了，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也是唯一的。这位皇帝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废帝元钦，元钦北魏京兆王元愉之孙，西魏文帝元宝炬长子。西魏第二任皇帝元钦自幼聪明可爱，非常讨人喜欢，深得北魏大将宇文泰的欣赏。从7岁开始，元宝炬便将元钦托付给宇文泰，希望他在军营中得到历练。世子也，才由于公，不才亦由于公，公以免之。见北史周本纪，元宝炬对宇文泰说这番话的意思是，元钦这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，就看你宇文泰了，你可要好生待他。这段军旅经历塑造了元钦勇猛果敢的性格，进而引发了他日后被废被杀的悲剧。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底，宇文泰毒死北魏孝武帝元修，立元宝炬为皇帝，建立西魏政权。北魏由此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，东魏由高欢独掌大权，西魏则由宇文泰把持朝政。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正月，11岁的元钦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。虽为一国皇帝，但国家大事均由宇文泰一个人说了算。元宝炬实际上是一个傀儡皇帝，好在元宝炬能认清形势，在位期间与宇文泰配合默契，君臣相安无事。为了将来能继续把持朝政，宇文泰未雨绸缪，主动将女儿宇文云英嫁给了元钦。元钦与宇文云英自幼青梅竹马，情趣相投，感情非常好。大统17年公元551年3月，元宝炬病逝，元钦即位，册立宇文云英为皇后。宇文云英从小就对烈女很感兴趣，好陈列女图，置之左右。当了皇后，更加智操明秀。元钦对她不但专宠后宫，而且不置嫔御。见北史后妃传，不置嫔御就是除了皇后，不设置其他嫔妃御女。这既有惧怕岳父宇文泰的因素，也是元钦对宇文云英深重之的体现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明确记载一生只守着一个女人的皇帝，恐怕也只有元钦了。
元钦对宇文皇后很专一，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。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元钦就看不起甘当傀儡的父亲，更不满专权独断的岳父，于是暗下决心，将来即位之后绝不受他人摆布。尽管他雄心勃勃，但大权却依然牢牢掌握在宇文泰手中，元钦只能一切遵循就绪。宇文泰也确实很能干，短短两年时间，不但开拓了疆域，还使得国家逐渐兴盛，内部安定。元钦二年公元553年2月，宇文泰辞去丞相、大行台之职，只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目的是想让元钦多管一些政事。对此，一直梦想朝纲独断的元钦显然不满意。11月，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，是谢太杀之。元烈一案与元钦有没有关系，史书中没有明说，但是对于元烈之死，元钦颇有怨言，见北史魏本纪，由此可以推断，元烈可能是元钦的一个心腹，谋杀宇文泰应该就是元钦所指使。元烈死后，元钦再也坐不住了，于是加紧密谋诛太师太、建资治通鉴。元钦三年公元554年正月，元钦将行动计划告诉了临淮王元裕、广平王元赞两位心腹宗室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。元烈一案已经引起了宇文泰的警惕，加上宇文泰军权在握，羽翼众多，两位王爷觉得没有胜算，并垂泣谏帝不听见北史魏本纪。当时宇文泰的另外三个女婿李基、李辉、羽翼军长管禁军，且都是宇文泰的心腹，元钦因急于干掉宇文泰，又苦于身边无人，竟然荒唐的想联合三位联军一起发动政变对付岳父，真可谓病急乱投医。结果没等元钦动手，三人就提前向宇文泰告了密，由是魏主谋谢。宇文泰见元钦不识好歹，便于当年二月废魏主，置之雍州，立其弟齐王阔。元钦的皇帝生涯就此结束。两个月后，元钦被宇文泰镇杀，建资治通鉴，享年30岁，谥号废帝。元钦死后，宇文云因痛不欲生，不久便意已终于卫士离祸，见北史后妃传，追随元钦而去，开辟鸿蒙。谁为秦种，与其说宇文皇后终于卫士而死，不如说她是不满父亲以此抗争，忠于丈夫，以身殉情。宇文云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为丈夫殉情的皇后，这一贞烈壮举或许是对死去的元钦，这位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，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了。